还是也没回来了。过年我怎么觉得也没见他？你没见了是吧？俺住的更近，俺都知道。你不知道啊？我那以前的时候也是一年还回来那两趟，几年都没见他。这个孩子得有年把子都不进年了。怎么回事？说是在外边又着了呗。走了啊，在家的。你看俺住的甭紧，他家的人就这样说，可能就说是在外边就着了。人家拉瓜哟，咱只是听，觉得也不是给咱拉的。哎呦，他这结婚几年了，孩子都十来岁了，人都活着不愁了。说的都是好几年了这个事儿，那个女的还往家里打电话的给他媳妇。这么过分、啊？就是哟，你看他整个的跟着那二爷爷、二奶奶在一块过，伺候着孩子。啊。你说，你看他媳妇过得也不容易不？他这整天也不在家，整天不在家，自己就让伺候着孩子，伺候着老的啊，就这样哟。老的就帮妹子看孩子，这也出去干活去了。原来咱都不干活，你也不记得头几年的那个媳妇哪干个活，在家都甭想着。这弄得怪好，这把活儿的干活去了，不干活怎么弄个钱花？那是喽，那男人他外头一早了，还能再给他几路钱？他哪里给钱去啊？这整个的这把自己个挣的钱养着孩子，还跟着两个老的。你说咋的？就是说，奶奶都经常的不回家了，外边也清知道早了，人家还给他打电话了，就是、都打电话了，你说咋的？还在跟着他过着吗？他还在跟着他过，他图的什么呀？咱不知道有什么想法，是为了好孩子呗，不舍得孩子。差不多了，我们是想着孩子也快成说媳妇了，都十好几了，再停个几年。听不几年了，你看他孩子今年都十一了呗，你想四十五那小孩们都芝麻了是吧？孩子他可能就是为了孩子，这个他这没他对象也不回来，他收拾他的公公婆婆就咋过啊？哦，恁的一家子恁都不知道是吧？俺都不好意思问，光知道不进家，反正不好意思的说。对，他这个就是说过年有什么事儿了不？都是那二爷爷给他打个电话，给他打电话就叫他来，他也不上家的住去，在那二爷爷那里住。上的婚姻有没有的？说个不好听的话了，不是为了孩子，谁在这里过？两个人一旦离婚，对孩子的影响就太大了。人家媳妇老是哟，就看着说是为着孩子，人家不落了离婚，人就当过。你看这也是个家呀，给孩子来说是吧？也不容易的。听几年再大点，可能就好了呗。谁知道呀？你反正是这个形势也不好说，主要是在家里就是为孩子，他能为谁？长得差，咱不能多拉，人知道都光生气了。要不俺们不敢拉，不好意思拉，都问问你得看你离得近。要不就说了，俺都没拉过，也俺从来没问过他对象来不来的事儿。嗯，别多了，你光烦。不好意思说。嗯，你光烦，咱再说了。